大家好，今天咱们气的一个带骨中段啊，就是中间这一段，五十二肉这一段，带子骨头，看看啊，里脊。这个带骨中段，我教你一个特别省事的办法啊，从上往下踢。从上往下踢。哎，对，你看，这不有点脊椎骨？对。咱们先来上这么一刀，把脊椎骨这个边儿来上一刀。从上往下踢，这个特别省事，直接就拉下来了。哦，你看，这排骨就下来了，是不是吧？对对对，还有这踢法。哎，啊，把通底拉下来，还是拉了小块。你看，这好啊，拉小块怎么拉？这个手往前推，这个刀往后拉。哎，你看。轻松吧，你看，这个手往前推一点，有这个动作，是两只手配合。然后我教你拉这个五花啊，怎么样一刀拉下来？这叫一刀切，特别关键啊！太好，把刀先倒快啊！来，往这看，看这个手啊，往这个方向提，这个刀往下拉，看，往这看。你看，省事吧？拿着一个带子劲儿啊，在这两只手的配合，你看，看这个特别软啊，看这个，这下摔这特别不好了，看好。对。哎，能学会吧？好了，又教大家一手啊，谢谢大家，好嘞。